没事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回来了。不用不用，是我该向你道谢才对。啊？如果没有你陪着我一起去，我大概现在场况整个都崩溃了吧？当时想到外面还有你等着我，我就一咬牙，嗯，过来了。只要能够一起活下去的话，就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。瞧你说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讨厌了。怎么傲娇了？有了这些食物和水，我们一定能撑到救援队到来的。啊，是啊。我们还能够活下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啊，是啊。有些人死掉，真的太幸运。嗯，世界末日这种事情，就算是现在，我也没什么实感。没有实感，那全死掉了。我们能坚持到现在，大概已经是种奇迹了吧？说的也是。不过，为什么是我呢？嗯？之前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为什么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，你就已经带着我逃到这里了？这个嘛，也许是某种预感或预兆吧。你看，在来临之前不是有各种异常现象吗？我当时就是有点坐立不安，心神不宁，而那一刻，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。短信？对，上面说世界末日马上就到，告诫看到这条短信的人迅速出兵呢。只可惜我手机在路上被谁弄丢了，不然从一开始夜里看那条短信，恐怕就不会多出那么多麻烦事吧。嗯，但如果是我收到这样的短信，肯定会当作恶作剧吧，因为这种事情不管是谁都不会相信的。你劝啊，不是吗？你给我，我也会犹豫啊。真的或许吧，我当时怎样想的呢，突然有点回想不起来了。不过之前我看过一篇童话，讲的是一个中年大叔坐着飞碟四处奔走，告诉大家世界末日来了，结果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。等世界末日真的发生时，所有人连后悔时间都来不及，就死掉了。所以这次我决定相信看看。这样啊，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呢。嗯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想向你道歉。嗯？你大概不记得我把你带来之前的事情了吧？嗯，脑子里一片混乱，就算绞尽脑汁去回忆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我想也是。啊！什么？我下昏迷药是不是？我让他下昏迷药是不是？绑架过来？绑架？因为当时时间紧迫，我最后只能带一个人来避难。你说通杰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强行弄晕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难怪我当初刚醒来的时候，以为自己被绑架犯绑架了。的确啊，没办法，这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嗯，这种事情，除了原谅你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结果外面根本没末日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末日，真的。但我也只能相信了，对不对？原谅我好吗？原谅我了吗？这太好了。不过，为什么是我呢？我明明在班上都没和你说过几句话。傻瓜，这为什么吗？如果要救的话，肯定是选最重要的人吧。 那最重要的人已经……对啊，对啊。 你是傻吗？这是告白，这是告白吗？算是告白了。我觉得是告白，这已经到求婚的地步了。哎啊，不自觉，突然就说出来了啊啊！算是吧。你能考虑一下吗？你这是什么反应吗？什么啊？突然我自爆，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突然我又自爆了。嗯，突然
然变成告白了，有点不知所措呢。而且我是有男朋友的。什么？啊！太，太尴尬了啊。哎，别说这个话。可是，我现在只想着能继续活下去，没办法考虑其他的事情啊。所以，很抱歉，现在还没办法回复你的心情。是这样吗？因为恋爱肯定是要有恋爱的感觉才会开始的吗？对，只有生死感觉，那种让人脸红心跳的喜欢他人的心情，我现在还没空去拥有吧。你怎么绿了？ 是这样啊。好啦，别垂头丧气的了，或许等到救援让我们安定下来之后，再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哎，怎么办？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我真的，这样的话我真的很少听。我真的。差不多该到睡觉的时间了，晚安吧。晚安呢，晚安。一点气氛都不懂，应该是被说服了。对呀，那边吧。啊？什么？什么才叫爱？只是想梦吗？这梦也太可怕了吧！这是胡言乱语，真的。这有什么好忍耐的？慢，遵从万物的规则，解放自己压抑许久的欲望。哈哈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鬼？拼命压抑一时的欲望，理性对待自己喜欢的对象。什么？你要我选这个？你觉得我会选这个吗？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个才对的啊。但是啊，算了。这游戏啊，教导我们啊，理性啊，这是重要的。现在是世界末日啊，所以呢，就啊，疗愈一下吧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之后再弄吧。对啊。不理解，在下里思考。他睡得这么安稳，一定是相信我吧，不能辜负他的期待。世界末日又怎样？我都发誓一定要救他了。接下来让他坚持自己的意愿，获得幸福，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对啊。唉，这才对。只有不用担心了。
坚定的守护者成就解锁。什么？我是 Guardian。晚上好。嗯，早安。昨天我睡觉的时候，谢谢你帮我加盖了毯子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感觉身上暖和多了。我感觉有另一条线走哎。我想走另一条线了之后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之后再走走看吧。啊哈，那个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想着你万一生病了就麻烦了，所以就……还是要谢谢你，老是这么照顾我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哎，你感觉要发好人卡哎、啊？我收到比较多啊，你这个好人卡的势头好像指向我哎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咱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！没问题的，我一定能坚持一个月。一个月吗？啊！我身体状况不好的话，一定要跟我说，不然你的救人来了，自己却倒下了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嗯，能告诉你的事情，一定都和你说。哎，还有不能告诉我的事情？笨蛋，那些女孩子我知道，例如说来月经、来大姨妈是不是啊？我都知道啊。说也是啊，你说也是啊。早餐之后，该做些什么呢？他还没完结哦。看看身体状况吧，看来前面那么害怕我了，或许看看巩固一下感情。但我们今天也直播很久了，要不我们 safe， 对啊，我们 safe 一 safe 吧，对吧、啊？那我们今天直播就暂时到这里吧。其实也直播很久了，真的 ，stay safe 吧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去按赞、分享或者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也别忘了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每次我上传影片都能收到最新最快的消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加你。